经过了太多苦，默默地去追逐，别说自己从不在乎，可选择坚强就不能输。我感觉体育饭是相当难吃的，夺了冠军以后，你想下次获得更好的金牌、更好的冠军、更多的冠军，你就付出了更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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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付出多少，你收获的就是多少。有一句话不是说先苦后甜嘛，你小时候吃点苦，长大了以后肯定会享福的。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拿金牌，可以像李晓峰那样为国争光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直连到国家队参加世界级比赛。走过了许多路，从来不曾停住，别说成败不再胜负，可越想高处越怕辜负。我想的就是不懂事嘛，挺天真的，觉得世界冠军很容易就可以拿到。现在想想小时候那真是梦想。这条路是不容易走，但既然你走上了，你就没有回头的余地。你再努力，你没有拿金牌，只能说你做的不够好。是我退下来的时候，没有勇气再看这些金牌或者银牌或者铜牌，因为当时我的世界冠军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嘛。从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开始，我就知道体育就是这么残酷的。也许你会伤在这个赛场上，也许你会伤在训练房，也许你会被体育直接给淘汰掉。我也一样在乎。快快跟上，快点。北京女子体操队每日的练习就在这条走廊开始，队员要来回跑15次，全程3000公尺，限时15分钟内，超时就要受罚。跟住要立刻入体操馆做手倒立3分钟。在度接受训练的细路哥都有一个共同梦想，就是夺取金牌，成为世界冠军。为了令梦想成真，年仅9岁的牧羊甘愿吃尽苦头。你小时候多吃点苦算什么呀？你想你世界比赛多少个国家跟你一块比，你代表中国你也挺自豪的。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替我高兴的，走到外面你挺羡慕你的，说世界冠军来了，那你听得多高兴啊。牧羊5岁开始练体操，9岁入选北京队接受训练。在这里队员表现稍欠理想就要挨打挨骂。跳这边到这边全是教练打的，教练打也是为你好，娘教练要不管你给你扔一边去了，你永远也练不好。教练打你一下，你的要领也能记得深刻点，能下一个动作做好点呗。往上翻啊。在同一个场馆内，北京男子体操队亦加紧训练，目的是为向国家队输送后备人才。对了，中国向来重视体育成就，选拔和训练运动员都由国家一手包办。体操项目的运动员5、6岁开始就要接受训练。经过6年集训，11岁的宋腾早已经习惯专注和绝对服从。等等，我是一个好强的小孩，教练呀说我们那个技术不对，我就一定要把它改过来。我希望可以进国家队，因为进国家队可以像李晓峰那样为国争光，夺得第一。成为众多体操运动员心目中偶像的李晓霜，是国家体操队主将，亦是多项世界比赛的金牌得主。
他原籍湖北，出身自工人家庭，六岁开始练体操，十六岁入选国家队，自此要离乡别井到北京集训，为了实现他的金牌梦，小湘要付上沉重代价。付出的代价最起码没有童年，没有少年，没有青年，这很简单，学生们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，他们有父母的关心，有老师的宠爱，我们都没有。李小湘说，大部分人只见到运动员最辉煌那一刻，羡慕他们有机会出国扬名，不过成功背后要流几多血汗和泪水，就好少人体会得到。大家都只会看到你比赛这一刹那，像平时运动才是真正最苦的时候。每次一做哥哥，我感觉到不光是为我国家在方，为我自己也在方。当李小湘在九二年拿到他第一面奥运金牌的时候，他总共得到八十几万元奖金。有人批评奖金制度令运动员变得唯利是图，李小湘不以为然。我们有今天这个，也就是用小时候这些换来的，用你的青春，用你的童年，想开车，想有房子，想有更多的钱，你就得去付出去的青年。自从宋腾的爸爸患病过身，剩下两母子相依为命，宋腾变得越来越孤僻倔强，对于拿金牌亦越来越着紧，小小年纪已经承受住好大压力。拿金牌得世界第一，我觉得对家里和那个就是自己有点好处，像自己出了，就是对自己啊，自己可以出了名，人家都那个知道了名字，然后家里呢可以环境变得好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就剩我和我妈妈，所以我一定要那个。因为人家都有爸爸，我没有。我希望有一个好生活、好的成绩，然后没有妈妈照顾。有劲。见到个仔咁着紧名利，做妈妈嘅既心痛又担心。万一要遇到挫折，我觉得他可能会一下子就可能消沉下去了。会吗？不会。牧羊五岁半就喺体操学校寄宿，佢认为想成为世界冠军，首先一定要肯牺牲。一般小孩不是这样，他们都把玩放在第一，我们是又得训练又得学习，玩就得放在一边了。如果我心里有些不高兴的话，只能憋在心里跟洋娃娃说，洋娃娃也不懂，跟妈妈说嘛，妈妈也不在，只能憋在心里了。那觉得很苦了。啊。假期回到家，牧羊立即回复九岁细路女应有的娇嗲。回家挺珍惜的，坐在妈妈床上聊聊天啊什么的。就有时候受伤挺疼的，告诉妈妈了；就有时候挨打，就没跟家长说。到哪儿挨打，也是心疼。不过一想呢，都是为孩子好，艰苦和甜，对吧？我过去四年拿过四块金牌、六块银牌、两块铜牌，还有一个北京市的全能第一名的奖章。我最后的目标不是这种金牌，就是在世界级比赛里面拿金牌才是我的目标呢。过了十几年运动员生涯，李小湘体会到在竞技场上绝大部分的金牌梦最终都会落空。大家都只会看到出成绩的运动员，看不到受伤的运动员，看不到没有出成绩的运动员。实际上有些没有出运动员比我们还痛苦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，李宁个人独得三面金牌，中国亦在那一年实现零的突破，首次登上奥运金牌榜。李宁被誉为体操王子，他的运动员生涯踏上最辉煌时刻。1988年堪城奥运会上，受伤病困扰的老将李宁依然要披甲上阵，结果无功而回，更尝尽人情冷暖。
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冠军，当你成功的时候所有人用上去，当你失败的时候很多人都冷落你，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。这也充分体现出什么呢？体育的残酷。你有想过了，我们要拿到这个金牌会成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在北京体操队的练习馆内，各运动员正加紧练习，为明年全国运动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。由五岁半开始，宋鹏每日都在不断跳跃和翻腾中度过。现在他已经19岁半，是北京体操队中的大哥哥。12岁嗰年，宋腾曾经获选到国家队集训，可惜因为进步较慢，15个月之后被调翻落地方队。呢次经历一度令佢自信心严重受挫，经常自责。你自己没有付出，你肯定不会有回报的。所以说，我也是挺认命的。有点后悔。因为中规国家队去一次不容易，而自己也没把握，现在想想反正是挺可惜，挺后悔的。翻北京队，宋腾知道自己代表国家参加世界赛争夺金牌的机会好渺茫，加上身体各处都有伤患，令他一度考虑退出体操队。不过他妈妈好反对，他的文化水平低，他这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我觉得他到社会上去太渣了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到这儿，就让他接着走吧，虽然说出不来成绩也不会有什么遗憾的，自己努力了就行了。最后宋腾都认同妈妈的看法，亦相信继续留在队中始终有一定好处。现在在运动队，你等于是给北京争光，运动队可以去养你，如果你不练的话，你出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可以去做的，肯定找不到像现在似的管吃管住没还给这么多钱的地儿，索性就再练几年，拿出个成绩来也对得起自己练这么多年。经历过挫败之后，这几年的磨练令宋腾变得踏实，现在他将奋斗目标先定在明年全国运动会的前3名。如果你有了成绩的话，可能国家队会看上你，有可能还会再去进国家队。如果你有没有连这个成绩你都没有的话，那国家队肯定看都不会看你，因为毕竟岁数这么大了嘛。一个小男孩走过来，他身上只穿着一件。曾经都在北京体操队受训的慕容，现在读紧大学外语系1年级，他刚刚满18岁。在11岁那年，慕阳因为运动过剧，令右腿髋关节严重移位，必须停止运动，否则可能导致终身残废。慕阳的体操生涯宣告结束，金牌梦亦粉碎。从小就受这么多苦去练习，中间受伤让我退出，确实对我打击很大。已经到了离金牌只差几步之差，没想到摔到地下，很痛很痛。他不甘心从此放弃体育，决心要另寻出路。所以我练不了高难度的动作，我可以练一些简单的动作，再加上一些舞蹈，还有一些民间艺术。结果慕容选择在杂技方面延续他的金牌梦。加入美国杂技团5年以来，慕容经常到国外巡回演出，他们的表演项目更在法国蒙特卡罗杂技比赛中拿到金奖。对自己当年的决定，慕容说无怨无悔。将来呢？
将来我目标就是好好上学了，上学以后拿到学士学位嘛，这是我的目标，现在还没实现，以后肯定会实现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，李小双夺得个人全能冠军，成为中国首位亦是至今唯一拿到体操全能金牌的运动员。正当事业攀上高峰之际，他在第二年就退出体坛，当时他只有24岁。很多人猜测李小双是怕会步李宁后尘，承受不起失败，于是急流勇退。我不是因为自己的成绩而不行而退役的，因为自己的伤病，因为自己两个脚的外踝一起锻炼以后而退役。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队伍里面，像我这样已经没有任何能力的人，在这个队伍里面，我认为好像起不了很大的作用，应该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我退役以后很痛苦，因为我不想离开体操，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体操慢慢的淡化掉。每天7、8点钟就眼睛一睁开，哎，今天为什么没去训练房？突然才想到，哎呦，我已经不再是一名职业运动员了，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李小双了，我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，不要再把自己放到一个冠军的位置上。4年前，李小双用自己的名字做品牌开办体育服装公司，由体坛转到商界，由运动员变成老板。李小双发觉这个考验难度更高。这就是一套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有规律的东西，不像你体操里面十几年动作，所有的东西在你手上。商业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存在，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倒，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做得更好。那你想在商业方面拿了金牌或者拿第一吗？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，我不存在要跟谁去拼。做第一很辛苦的事，有时候你反而做第二更轻松一些。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上午，宋腾都要放下体操练习回学校上堂。现在他是首都体育学院竞技体育系一年级学生。You must be home at 10:30. You must be home at 10:30. 北京市体育局在2001年开始为适龄的现役运动员开办这个学系，能够完成4年课程又通过外语考试，就可以拿到大学学位资格，令到运动员退役后亦较易找出路。我现在英语水平啊，也就小学吧，真的也就小学。I'm a new student. My name is Robert.为了退役后的生活打算，宋腾唯有将勤保住。我们的老师反正都说我们不能真的就把运动当成主业，说运动你不可能干一辈子，就算你以后当教练了，你也是要有文凭的。所以说你们要把自己，老师说你们要把自己当成大学生运动员，而不是运动员大学生。Hello, this is my room and this is my place. They're all my roommates.就跟查尔斯王子，对，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嘛，然后给他去演出，他接见我们，然后我们一起照了照片，还有录像带啊什么的。其实说实话，谁都想到走出国门看看外边的世界啊，毕竟羡慕死了。牧羊曾经在国外生活3年，英文程度足以应付大学要求，加上他一向很勤力读书，面对大学课程他充满信心。人家都说从体操队出来的学习文化不是很高，我要做给他们看。虽说以前落后了吧，但我后来绝对能追上。整个的英语系里面我要拿第一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李小双先生张贝宁小姐新婚庆典现在开始。李小双上年9月结婚，她的婚礼成为近年中国体操界一大盛事。自小缺乏家庭温暖，他终于在30岁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庭。这些都是小双得过的奖牌，他有时候我把它放出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放那些干嘛呀？”就是，我觉得他挺，我觉得他把这个看得比较淡。他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了，并不是说很重要的一样东西。
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第一名。而你退下来以后，不要再按照体操这种要求去要求自己，要求不要太高了。其实自己最清楚，为了一个在追逐，经历过太多的沉浮，叫我学会忍耐，不认输，不认输。如果重新再让我选择，我相信我一定是更成功的运动员，因为我看清楚了很多事情，也看清楚了很多无效的劳动，怎么样去捷径，走一些捷径，走一些科学的训练的方法。我要重新选择，我一定再选择运动员。小时候不懂事，耽误了自己，直接把自己耽误了。所以说，如果重新走一次的话，可能会比这次走要付出的更多，可能会拿跟现在又不一样了，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得多。如果我回到我五岁的话，我会继续体操生涯，重新做一次体操，因为我的梦想没有实现，我的梦想还是拿世界冠军，拿金牌嘛。我的真情不曾流露，其实我也一样在乎，我也一样在乎。